我是 Mandy 啊，相信部分朋友仔咧都未打晒疫苗噶啦，系咪？不过唔紧要，只要记得定期做翻个检测咧，咁就安心得多啦。依家市面上咧都有一啲快速嘅检测咧，系非常之方便同埋非常之准确嘅。就好似我手上呢一盒 Ouse 推出嘅一个唾液测试啦，同埋一个鼻咽嘅测试，都非常之准确同埋非常之方便嘅。测试咧就包括咗一个测试盒啦，一个漏斗啦，一个混合物同埋一个试管嘅。咁而鼻咽式呢一个咧就包括咗一个测试棉花棒啦，有一个测试盒啦，同埋一个容器同埋一啲混合物嘅。唾液测试同埋呢个鼻咽测试咧，使用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。咁唾液测试咧，首先就系先按口啦，然后咧就将喉咙深处嘅分泌物咧吐落呢一个试管入面，然后将唾液同埋呢一个混合物咧捞匀，就可以滴落呢一个测试卡上面，只需要等15分钟咧就有结果噶啦。而鼻咽测试咧，亦都系有一个测试棉花棒啦，将支棉花棒放入个鼻入面，然后咧再拎翻出嚟。混合埋一起，入面嘅混合物滴落呢一个测试卡上面，一样都系等15分钟后咧就有结果噶啦。测试结果咧，一条线如果红线显示喺 C 嗰度咧，就代表系阴性啦；如果 C 同 T 一样都有红色线嘅咧，就代表系阳性，尽快去求医啦。咁如果咧净系显示 T 一条红线嘅话咧，咁就证明呢一个测试结果系无效啦。有时喺公司一大班人开会咧，有人都会唔戴口罩噶喎。其实都有啲惊惊噶，虽然明白戴咗口罩咧系非常之焗燥同埋好唔舒服啦，但又唔敢叫大家戴翻口罩喎。咁不如咁啦，大家喺开会之前咧都做翻一个快速嘅检测，知道呢一刻大家都冇中呢一个新冠病毒，咁喺开会嘅时候咪会安心得多咯。又例如同朋友进行一啲户外嘅活动嘅时候，想除口罩喎。又怕增加呢一个感染风险啦，所以咧都建议大家训练之前咧，可以一起做翻一个快速嘅检测，咁就更加安心又放心啦。咁我觉得呢两盒嘅测试方式咧都非常之简单啦，非常适合工人姐姐或者小朋友用嘅。咁我就觉得买翻嚟放喺屋企或者公司咧，以备不时之需用嚟测试咧，咁就安心得多啦。咁依家 Loofline 咧都有一个优惠俾大家噶，而唾液测试咧一盒装一套咧就系118元啦。咁而鼻咽测试呢？一盒嘅一套装咧就系108元啦。睇完条片之后，快啲上 Loop Live 度买咯。Loop Live。